镜头等下咱国内，咱来关心高雄的检调，即马有了就一间新机公司，一间新机公司讲因被杀本，会当改善身躯顶的疤，而且佫讲这杀本会食的，将这品种真正从怪气加入会馆，利用鸟车会方式去招品种投资，去年已经赚5亿。目前负责人洪秀亚，涉林的干部洪以25万交保，检调即马要调查到底有偌济人洪骗去。铁柜包装这条深色有金箔的纱文，就是说明会宣传的重点。一粒爱几多千块的纱文，讲好做洗了，一旦改善香气，国公是全球唯一一粒会使吃的纱文，骗一寡长辈来购买。他们比较厉害的就是可以吃，告诉这些被害人把房子拿去抵押，然后抵押来的钱，他可以拿过来再继续做这些投资，吸引不特定民众投资。再将投资款项汇入凯强生公司所开设的银行账户，金额高达新台币5亿9000万元。检警发现，负责人姓董的查甫人以及姓林的总监，涉嫌为2017年开始，陆续以升级公司的名义，在全台湾开说明会，以保证获利，每个月发现金，提供国外旅游这个讲法，吸引民众投资。也捌在台北、高雄这些所在举办说明会，再个由当地的业务收投资钱了后汇入公司，七年来吸收资金超过5亿。根据了解，顶礼拜五检警捌到升级公司在洪山高雄营业所。所查，下晡去查证，市门铃无人回应。主编讲，唔捌听过对方讲过，也是推销相关的产品。他有寄存存折下来给他，然后刚好放在我家信箱。你啊，他神奇，电视上在播啊，人就足多人在买啊，免你私底下来推销啊。警方侦办姓董的负责人、姓林的总监，一个公司干部等人。负责人甲尾洪秀亚、姓林的总监以25万元交保，嘛要扩大清查专案的金流，也甲被害人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